为什么那么晚还不睡啊？大哥，你觉得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东西会不会辛苦？你可以不要沉迷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吗？不是的，大哥，这里一句话说：大进罪恶的同时，就是走向毁灭。而因果是下雨天不带伞，就一定会淋到雨。我担心二哥他，陈浩云。 我在为他们辛苦的工作，就是我要供你读书。我要你读的是课本，不是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小弟，我们都疼你，我们都看好你。你一定要争气一点啊，不要像大哥这样。 喂，拍什么拍啊？二哥偷拆那么光明正大，事情还没搞清楚就不要乱说乱拍啊！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喜欢护着男人，明明就是做错了，干嘛还维护他？不要说就是了。知道了，就算我不说，别人也会说啦。哎，二嫂。 是吗？我呢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人，那天大哥驾驶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啦。没事，没放在心上。对了，二哥最近是不是很少回家？没有啊，干嘛会打扰你？二嫂啊，不要说我没有劝你几句，男人的心是很容易被其他的女人给拉走的。我们身为人家老婆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管好自己。 你是想暗示我偏想嫁外面有女人？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不用我说你也该发现了吧？我还有照片给你看的。我看你还是顾好自己的老公吧。泽伦有你这样子的老婆，出轨的几率应该比较高吧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好心没好报。
你怎么了？你们看到那个人？看到什么？这里没有人呢。可能是我看错了。那你要不要继续啊？ 怎么这么娘子？我睡不着，就等你回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干嘛？星期暗示我你在外面有女人，是不是真的？我有你一个还不够烦？我是你老公啊！你不相信我，相信他大嘴巴？那你怎么解释你这个老板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！什么老板啊？被蚊子咬啊！ 女人的下水位呢？啊，你解释，你解释！你闹够没有？我很累啊，我想回去睡觉啊。你生意鬼，就算装没有女人啊，也是你害的，看你讨厌。
的碎片，我带上去见。